大家同大家 live update 下，因為我哋即將要去 camping。今年咧差唔多要結束啦，全年好似淨去咗一次 camping， 我就想喺年尾之前咧再去多一次 camping。今次咧就會係我同我男朋友同埋另外一對情侶朋友一起去啦，就是我哋成日一起食食飲飲嘅朋友，會去兩日一夜個 campsite 咧係喺。是要搭船過去的，一個搭船要搭30分鐘的一個地方，所以我們到時會將車泊在碼頭附近，我們再搭船過去。我很期待有一次 camping， 因為我未試過在夏天的差不多這個時候不出去 camping。 之前上一次 camping 是非常之凍，天氣方面呢我自己是 prefer、夏天再去 camping 的。我們會在星期一出發，前幾天就跟大家開箱了一些 camping 的用具。上一次去 camping 要用到熱水，我們都是借朋友的那個 boiler， 那個煲熱水的工具，我們其實自己是未有的。我覺得這個是最必須要準備的，所以我們之前開箱就已經買了這個煲水的工具。另外我還想跟大家分享一下，今次我男朋友買給我一個好似都幾實用嘅小工具 ，Reed Freedom 係俾女仔去廁所嘅一個工具啦。它是很好用嘅東西，你去到到時去 camping 嘅話，用得著就換嚟。多謝佢。Hello， 大家，我已經化好妝，換好衫，等陣我哋要出去買嘢咧，我就要 double check 下我哋現有嘅 equipment。你今次會帶去嘅一個好大嘅移動 cooler。帳篷兩個睡袋，我已經係可以完全咁收埋喺呢個背囊，用住係好大。好啦，有一張 sleeping mat。我哋嘅嘢非常之輕 ，enjoy camping 嘅快樂，唔想孭太重。double check 都放翻佢。我已經執好曬聽日要去露營嘅嘢啦，因為我今次完全唔需要負責到任何嘢，好似每次去旅行我都唔需要負責任何嘢咁啦。今次佢會搞掂曬其他嘢，佢已經 plan 好曬啦，管好我自己，即係帶我自己嘅嘢就得啦。我自己嘅嘢我已經帶齊啦，帶一個背囊搞掂曬全部。而且我哋今次淨係會去過一夜，所以唔需要帶太多嘅嘢。聽日我哋都要頗為之早嘅出發，你聽日會去。接埋兩個朋友，然之後路上再食少少嘢，或者食個 brunch， 我哋再會去碼頭搭船個 Palm Beach。諗下我都已經興奮，興奮，興奮。
也可以玩的例如我現在在吃東西啦，耶，終於用到我們今次帶來的刀叉，還有我今次都是有帶一些書啊之類的，因為在這裡我電話完全是用不到，你看還帶了這個很好喝的啤酒，帶了兩支，我打算這一晚帶兩三支，然後兩三支white wine或者兩三支這些這麼大支的啤酒就差不多了，誰知我們現在已經炫完兩瓶了。 做了什么？准备走了。